教育部今天上午口试通过的国家文学博士，是中国文化学院的博士班研究生李建培，他的论文题目是《原散曲定律》。李建培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，后来又进中国文化学院硕士班研究。这位文学博士对于元曲很有研究，而且对中国国乐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他今天获得了毛子水等7位口试委员全票通过。